特别帅，那你具体说一说，哪里帅？你觉得我好吗？嗯？你觉得我够成熟吗？怎么出去一趟还变文艺了？我认真的。你觉得我足够成熟，成熟到可以保护好你吗？ 我还需要保护吗？你把这精力都放在训练上，哪天你要是也能拿2届锦标赛冠军、2届全运会银牌，那我工作就不用愁了，到处请我做教练。之前某人不是还在说，别人训练早，基础好，我要2-3年才能赶上人家吗？你这小子怎么这么记仇啊？啊！ 对你好你不记得，起对你两句，记得可清楚。我当然记得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。我想为你拿全国冠军、世界冠军，然后再拿着这些奖牌回到你的身边。我觉得我有长大。 我也有变成熟，我不会做任何让你不开心、让你难过的事儿。我会让你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。你忽然这么严肃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你不喜欢？不，喜欢。我觉得你严肃起来特别帅。 那你具体说一说，哪里帅？这怎么说啊？这怎么不能说？我就能说出你哪里美。你额头特别好看，特别是扎马尾的时候，鼻子很漂亮，当然最漂亮的还是你的眼睛。 你再好好想一想，我到底哪里是？手艺也好。